假金对应的应该是装逼吧，不是爱打吧？假金对应的应该是装逼。我真喜欢。机甲对应的是臭美。 这么痛呀！哎呦，可惜。那个一飞回来没打到他，没伤害。 我操，还是一级。塞拉斯也不 OP， 主要我定英雄太弱。被撑两下。 张太金，张太金被抑郁。 二级 Q 确实伤害最高，比较高一点。啊，这他不等我上来，第二次，他妈这样玩游戏，他说是说又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两波都是他的问题多一点。 问题不是我造成，他造成的。
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辅助不在，他应该猥琐一点的。 我就不在他不后退那是他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不在他上，那玩毛线？六。 Enemy double kill. 这就没办法了呀，这你说我能咋办？只能这样了呀。 把人宰完了，我只能这样了。哥们也很绝望，买输出吧。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。 酒桶拿的，可以。我们没时间去插野。
干嘛开大？哦，是他的塞拉斯。哎呦，解脱者的，哎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不是开不到吗，兄弟？我以为是他开的大，解脱者开的大。哎，也行吧。 我下来救你，你又不过来，哎呀，不保这 AD 别和他打不就好了。 这个侠老是去跟他单挑，老想打架。 哎，操！想撑个助攻，他盾都不用。 这还真不是 K， 就放了一下，结果给他秒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想的是预判一下铁皮他会开 W， 我就放个 W， 蹭一层被动，完事。 又死了！哎呦，我真的是。 哎，这把养这个千玉算了。把我犯下的罪行再说一遍。你的。
哎，我不想看着他，我要走了，根本不想看着他。这有大师的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被重重的一幕包裹的谜题。 我操！坏了，核弹，有核弹，家人们。 遇到三个，可惜他连劈可能有机会，没连劈。扛他，细节懂不懂？ 哎呀，这酒桶真死大妈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真你妈死大妈了！这酒桶我操你妈，烦死了！我想扛下先锋的，能创这高地，哎呦，真的是，确实细节，哦，确实细节，我看一下出什么。 还是出冰心好了，我暂时不出那个。我想着说卡一下，然后用我那个灵魂跟那个回血，然后卡一下那个防御塔的那个输出，让那个先锋不被塔打死，这样就能创两个高地。哎呀，真的晦气。 欢乐时光就要开始。我去请。W 可以支援。 打掉，没有人去躲。当他们的眼前掠
哦，这为什么没射到他？哎呦，我都全射出来了，这为什么射不到呢？有套那也会破套呀。 有套那也会破套呀！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被秒了！好好好好。 没打到，结束喽！我这个闪现E没遇到人，但还是结束了。50公升级，这我现在玩辅助也出，把自己当个法坦后期打。不过这英雄确实可以当法坦后期打。 他们好像是熟人，14级，我操！我等级比对面中单都高，14级的辅助，破了没伤害，没伤害好像，没确定，没试验过这东西。 3200应该不会死的，这个破了，还带啊！哇，难受！有没有助攻？居然没助攻！ 用这跳弹，这个卡莎直接爽死了。大火，这跳弹直接让这卡莎爽死了。哦，nice。 我操，完美的一局辅助，震动手好强啊！这把 ADC 存在的意义，哎。